Hello， 好，今天我吃中国的零食，因为我听说过年的时候，大家在家里或者朋友的家见的地方，和朋友家人一起吃零食，所以我试试吃过。但我平时说实话不是那么爱吃零食，所以没吃过的好多，对。试试吧。然后今天准备的是都是辣的零食，但零食的辣是不是那么辣？我觉得，但是这个看起来好吃，拉面的那种感觉吧，辣的，它是火鸡面的。哦，这样的一个方块，辣。哦，味道不错哦，好，它甜的。哦，这样的，我以为跟拉面的那种感觉，但是甜的，好吃，它是那种自然的甜的感觉，小麦粉，应该那个小麦粉的甜的味道比较多。嗯，这个小朋友也可以吃。好，下一个，这个我烧的是不会吃的，但是辣的是没吃过。哦哦哦，这个有一点味道，有一点辣的哦。对，哦，我学过的词可以用如果计划，但不是那么快的计划，那是之后有一点咖喱的那种感觉，咖喱的辣的感觉，还有有一点肉的那种味道也有。好，它是什么东西？哦，辣椒，烤到了，那很香很香。有一点那种咖喱的那种感觉的，但是不是咖喱的，甜的，谢谢。嗨，找到，特别喜欢的，加油你们！很麻很辣，他说的是。哦，这样的啊，那种一个条条的。哦，我喜欢它，辣条有一点油油的，一闻就知道它的油是芝麻油的，肯定好吃，我喜欢芝麻油。好吃好吃，好辣好辣哦，好辣好辣，火锅的啊，好辣，但是好吃，这个好厉害，而且不是那么甜的，嗯，啊，这个好吃哦，好吃。好，下一个是酸辣海带片，啊，好辣嘞你，哦，酸酸酸，很酸。哦，这个好厉害，和米饭一起可以吃，普通的菜一样好吃。味质的很酸，但吃的话没有那么酸的。嗯，饼干不辣，但这个饼干最大的味道是黑芝麻的味道最多。啊，明白明白，这个里面有一点点有味道，嗯，谢谢。我不是那么喜欢哦，太干了。然后可能我非常喜欢的是这个两个，先吃深海小鱼。它下一个是魔芋刺帽子，所以它是假的帽子，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接受假的，因为我喜欢猫的呀。哦，它的味道很像这个，有点火锅的那种。好，这个好吃，这个我们去的 A 栋，我们可以吃饭的那个地方有这个，他们推荐我吃这个，我喜欢毛子的话肯定会喜欢的。然后我说，哎，但是这个是假的，所以不行。然后吃试一试，我喜欢。啊，这个好吃，第一名第一名。虽然不是毛子，但是为什么喜欢毛子是吃的时候的嚼劲，咬的时候的那种感觉。嗯，它很上。这个和朋友一起玩游戏啊什么的，然后一边吃一边玩一边聊，这样很适合。好，
麻辣的牛肉的，这样一个很大的那种牛排的那种，嗯，很爽，嗯，啊，甜的甜的，湖南这个甜是芝麻的，很多，你看，麻辣一点点，有点硬硬的那种，一直可以咬下去。还是一个老师大辣片，然后这个是好大好大的，哦，很薄的，哦，这样的，它是有一点甜的咖喱的那种感觉。最喜欢的口感是它，最喜欢的味道是它，所以它的口感的它的味道的辣椒是可能我会喜欢的，很硬，对，咬肌健康，很健康，嗯，好吃。它最后一个，那也不是那么那么辣的，哦，好吃，这个也慢慢吃，很好吃的。看电影吧，看电影的时候，而且我本来不是那么那么喜欢花生，但这个味道好喜欢，好吃。我的直播先说，我的直播我不说假的话，全部说实话，以后也是。所以今天是有一点严格的哦。第三名是辣椒，但是这个很大的辣椒的口感和这个小小的麻辣很麻很辣的它的味道一致的话，当然是第三名。好，第二名是它。哇，啊，你是第三名，不喜欢你。刚才说的酸辣海带片是第三名，恭喜。那大家小心一点，吃零食的时候会这样的，我的错，对不起哦。好，辣椒恭喜，辣椒第二名，第一名，耶，这个很好吃。好，今天是这样的，所以大家以后也期待一下我的直播的真实话，嗯，好，拜拜。